代代生产内行嘛，我是用介绍我自己，我叫现达莫里达，我二十三岁，我未结婚，我有一个哥同两个弟弟，我以前做过工人，还有那两年，正个正屋企就送买送照顾小朋友，我食就送博送学字，正衣正白花就翻就面学珠博动。我識追住肉，但係我唔識住肉，因為我想預教。我想住喺香港，要揾多啲錢俾我自己同屋企人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顯德弟弟。你幾多歲？我二十三歲。你結咗婚未？我未結婚。你以前有冇做嘢？我以前做嘢喺香港，係人呢兩年。做乜嘢啊？正个正屋企，照书买书，照顾小朋友。小朋友几多岁？小朋友十岁。点样嚟照顾小朋友？帮佢冲凉，帮佢食饭，帮佢洗衫，帮佢洗面同刷牙，喂佢玩啦，喂佢读书，帮佢帮佢冲国冲，帮佢做功夫，接送个饭盒。你識唔識傳統國餸？係，我識學字，煎衣、煎排骨、就飯、就面、薄粥、薄蛋。點樣煎排骨？煎排骨，洗乾淨排骨，擺喺碟，傾煮葉線，擺少少生椒、辣椒、芝麻油、炒，胡椒粉、沙當同生粉。乾煮煎排骨，加咁多三十分鐘。咁你識唔識煮肉？係，我識煮肉，但係我唔識煮肉。要揾點解你要想做嘢喺香港？我想做嘢喺香港，要揾多啲錢俾自己同屋企人。你驚唔驚交？我唔驚交。如果有老闆俾你放假唔係善嘅，點樣？冇問題。如果有老闆叫你照顧老人家或者照顧 BB， 你識唔識？我識。好啦，多謝，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多謝大大，多謝先生，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